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宝音师、本贤师啊，各位女士、各位莲友，大家阿弥陀佛。请放掌，咱看这张讲义啊，具足一切诸菩萨法，安住一切种的境界，远离一切诸世间法啊，出现一切如来所行啊，这出现一切如来所行，怎讲啊？咱用想要讲啊。具足一切诸菩萨法，安住一切种的境界，远离一切诸世间法啊！咱都在讲起哦啊！什么叫做具足一切诸菩萨法呢？咱这佛啊，一跟咱这信佛的是一切菩萨之法的。拢终修圆满，唔再生活。所以呢，当然伊就具足一切诸菩萨法啊。什么是一切诸菩萨法呢？咱顶回讲过三十七道品啦、啊，啊，六度万恒啦、啊，这拢终是菩萨法，这拢是菩萨法啊。这菩萨啦、啊。啊，通常分作五十二个阶级，啊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啊，等觉、妙觉，啊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。啊，十回向，十地，还得五十个阶级啊。过来呢，就是定觉跟妙觉啊，定觉啊，再来妙觉，妙觉就是佛啦啊，妙觉就是菩萨了哦。啊，这个位呢，藏通别言啊，各不相同。啊，藏通别言啊，各不相同。藏教呢，不名为菩萨的啊。通教呢，啊，大概是全教的菩萨啊。以别教来讲呢，是纯菩萨化，但是这别教若要甲原教比起来呢，差足差足啊！所以咱即摆以别教来讲，啊，以别教来说，我大家听啊。这别教啊，别教啊，定地菩萨呢，才开始破无明。定地菩萨噶是破无明，因为原教呢初住都破无明啊，啊那别教呢，别教都啊初啊十住十行十回啊，噶十地啊噶初地就开始破无明，所以换句话讲，
别教的分呢，这段十二品的无明呀，啊，因为是得到十品无明，定格跟妙格，哎，都十二品无明。所以讲呢，别教呢，断十二品的无明啊，都叫做分，啊，都叫做分。因为原教呢，初住就开始破无明啊。啊，初住啊，也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啊，过来十地，过来点光妙觉。换一句话讲，原教呢有四十二品的无明，啊，佛教呢这十二品的无明呀。所以啊。这个原教的分呢，啊，真不可思议啦！啊，那这现在要跟你写别教呢，因为破无明啊，以无明来讲啊，破无明啊，破一分的无明，甲原教的初住破一分的无拢相像，意思拢相像啊，嗯。所以讲，这个写别搞出来啊！现在他被讲到这去呢，因为破一分都无明啊，嗯，才得到一切种子。无破无明的呢，一菩萨呢，就未得到一切种子啊，嗯。所以以别搞来讲，初地菩萨啊，伊就开始破一分的无明。啊，嗯，要那原教是初住的破无明啊，因为菩萨有五十二种啊，各不相同。即摆以别教来解释大家听，以别教啊，嗯，既然来修别教，嗯，前头在修别教呢，这个是触地而观。所以观就是修行哦，啊，观就是修行，就是、触地而观，先观空，啊，然后再观假观，然后呢再中观，啊，嗯，触地而观，而且呢，嗯，啊，因呢，不但触地而观，而且呢，嗯。我看这真如啊，嗯，这个这别个这淡宗，什么玩意儿这破一分的无明呢？一别个讲初地以上的菩萨都开始破无明，啊，几地都破两分的菩萨，三地都破三分的菩萨，乃至十地都破十分的菩萨，十分的无明的菩萨啦，啊，嗯。所以初地来讲，破一分的无明啊，都叫做见道位啦，已经看到道啊啦，啊，嗯，而且见道位呢，嗯，就已经看到道啊，哦，啊，都要以这中道观啊，见第一义体，用这都在讲过啊，空假不二，啊，要用这。中道观啊，观一切法啊，就前个大家讲过呀，啊，嗯，一法即一切法，一切法即一法，会一会一切，会一会一切，就是中道啊。也是讲无偏离空，也嘛无偏离有啊，空有不执不相障碍，这个叫中道观，叫中道啊。所以这一切法拢是基础，啊，什么叫一切法基础呢？讲较明呢，啊，讲较明，可以讲这个不会冒出法，啊，中道观的人观这个法，不会变成观呢，嗯，咱凡夫拢想讲有这个不会啊，
执有凡夫执有，菩萨啊，伊要观空，伊看这个杯是空的，因为本来无这个杯啊，你后制造出来因缘何有这个杯啊？这个杯总是讲伊就害去啊，啊，来放个瓶里就破去啊，这因缘散去就破去啊。你说卖放去，最后伊嘛害掉去。用咱物理化学来讲啊，以风化作用，一切物件拢风化作用。最后拢会不会啊，嗯，还用火水来讲，成住坏空，一切物件都成住坏空啊。所以如果讲呢，伊未接这个杯啊，伊讲这杯是空的啊，伊讲前因后果就讲这个杯是空的，啊，咱凡夫执有。啊，什么叫菩萨呢？空有不二啊。有这个物件呢，嗯，有这个物件，怎样讲？有这个物件，就叫做假观；怎样这物件是空的呢？就叫做空观。啊，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作用呢，就叫做中观，就叫做中观。啊，所以一切物件呢，你人盲目呢，拢是安尼，拢是有这款作用的咧，或者这款性性。行啊，行住坏空，那个有伊个作用，无这作用就无这样去发。所以每一项物件拢有伊个价值的咧，拢有价值的咧啊。啊，咱这边创啥呢？咱这呢，你才断烦恼，才断烦恼。你唔咱这款物件，唔咱这个空执中呢，你都会起烦恼心。执有，你会起烦恼；执空，你无要造众生。空有不二呢，你未执，啊，你可以度众生，这个叫做中道观啊。啊，人不是咧比如啊，可以讲这个杯啊，这个杯啊，假使讲人哪讲啊，将中国江西锦州的肥羊油烧出来，世界上最好的肥羊油啊，江西锦州肥羊油烧出来哦，啊啊。这个杯真久啊！哦，叫邓伊那的咧，唐太宗有用过，唐太宗用过，邓爵伊那的家，啊，啊，这个画哦，唐伯虎画，唐伯虎点秋香的，唐伯虎做个画红啊，啊，中国的画家，啊，这个字颜真卿写，哈哈，颜真卿是中国最大画的书法家哦，啊。啊，这个杯啊，留我即摆来哦，同世界存这个杯啊了。升高档的人，你看，呜，这个杯啊就不得了嘞。唐太宗用过，呜，唐伯虎画啊个颜真卿的字，啊个是唐，个是个啊江西锦州花又烧出来，呜，这个杯啊不得了。我即摆哦，嗯，升高档的人有钱啊，赚这几大啦。那你这个杯要卖无？伊讲，我这个杯安怎来介绍伊听哦？我这个杯真值得哦，我这定价宝哦，同世界存一届呢哦。嗯，你出看卖讲，介绍那好，我就忘记讲。伊讲啊，五千万呐、啊，这个杯五千万卖我好不？伊讲是哦，五千万，你看唐太宗用过呢，唐飞凤为颜真卿写呢，嗯。当调到这摆来啊，你这大你五千万，你唔难咯，嗯，少少啦，我卖袂，啊，伊讲啊，无你要卖偌济，伊讲你等去理你咧啦，出力搞我再来卖你啦，安尼哦，啊，迄人就等去考虑哦，嗯，啊，就这个杯啊，五千万才买咧几啊栋楼啊厝啊呢，这摆时机真歹，五千万好嘅人啊呢，哈。叫做算计哦，嗯，是嘛？我就讲哦，嗯，阿扁啊，总统讲，打电话来讲，无啥人啊，我要来恁家飞飞看看的哦。为了算计，这政治人物拢爱去拜访人啊，啊，哎，伊就讲要来恁家哦。因为咱这老百姓就是老百姓啊。嗯，无管你啥人做总统咧，就是一国内底上大个啊，来个咱岛，嗯，足光荣个啊。
迄那较早集权的时代哦，哦，迄啊总统要来咱兜哦，迄新闻砰砰叫哦，啊，馆长行啊皮皮粗啊哦，镇长嘛行啊皮皮粗啊，三下坡都一支，就一个警察安尼，嗯，路头路尾拢要徛哦，哈哈哈，哦，即摆时间到哦，嗯，伊。警车咣咣咣，我总统就来哦，啊，规定大家徛到点正正哦，两三公前警察在遐道路遐团团拢总赶赶走哦，总统来伊才袂歹看啊，迄足隆重的哦，啊，假使讲这两，这个家庭这两阿婆，那无信佛，无信佛，唔知道这孔家庄的道理，无信佛。啊！啊，自己个暗，因为伊无信佛啦，两个都不是计较哦。啊，意见未合，不是咧冤家哦。咱信佛的人会少吞论，未冤家啦。啊哈！因若无信佛的家庭哦，两个我不是咧冤家哦，甚至个少跑哦。哈哈哈！啊，即摆唔过听到总统要来哦，哇！两个我真欢喜哦。本来的冤家就是从去总统那边来咱兜哦，两个一定爱参详啊。咦，到底为了总统坐哦，啊，到底为了插一盆花哦，到底为了作歹看哦，咱来拼拼的哦。啊，那边去当顶上胖的地米来泡总统吃哦，一定两位要参详哦。等下去讲搞的时候来哦。哦，我真正总统来呢，哦、我当总统多少位要接哦，来得欠上来去买哦，啊，也之外哦，总统来无无半半拢来啊，哦，我之外来是呐欢喜，两阿婆欢喜哦，哦，真正跑去当顶的呢，哦，比赛第一名，嗯，请总统的，总统啊，你今日来我足欢喜哦，我跑去当顶的哦，啊，有这届哦，这个杯啊。人出我五千万，我买袂哦。我一个杯用一个杯泡请你哦。你总统，哎呦，你个杯钱哪来五千万？这董太宗用过，等伊那伫遮。啊，你总统甲董太宗共计啊？哎，我用这款杯请你哦。啊，啊这话哦，啊，董炳煌话签字伫遮哦，这字严俊清写哦，拢签字伫遮哦。同世界存一概念哦。我江西锦州府也有烧出来哦，啊，那家出五千万我买卖哦，啊，你家总统来哦，嗯，我真光荣，我用这杯啊泡茶请你哦，哦，总统我足民主的啊，哦，你也足强劲的哦，啊，就我来就讲哦，啊，大家讲讲咧，总统无用啊，急坐半点钟久尔，啊，屁股拍一拍，他都要走啊，啊，都要走啊哦。啊，就走，主人爱讲上啊，嗯，上总统上出去个门家口出去哦，遐总统出去，因太太来收桌顶哦，啊，来收了，这不砰就怎啊破去哦，啊哈，嗯，啊，即摆，嗯，上个总统出去个外口，因个先生还逃脱顿来哦，天不要砰就破去哦，吼吼，因个先生哦，心肝丢三下。啊哈哈！哎，我这个赔五千万的赔啊，我看吼，去我那粗心大意太太把我弄破去呀！哦，未看到伊个，唔知多一届赔破到，要唔知哩哦，伫外口就响声哦。我个五千万的赔啊，互你弄破去啊！哦，伊太太来，你惊个屁屁错，本来都是冤家，都是受怕哦。即把这届五千万的赔啊，给弄破哦，这声也未得啦啊！惊个要死哦！啊！啊，一定会推卸责任啊！啊，伊就讲那么厉啊！你总统来都要摇摆，都要摕五千万的杯啊，摕出来请，你也卖你出来，我爱我弄破去。吼、哦，伊讲不要你也卖你出来，我来弄破去。啊啊，两个人一句来一句去哦，你家己粗心大意，唔讲你什么，我摕出来你啊，弄破去，你家己伤粗心，才会弄破去。哦，两个人都要烧钱哦。啊，本来都咧冤家，都咧烧炮，吼、哦，即个和尚加油，出面都个神雷哦，哦，啊，拍来拍去哦，伊大个换细个哦，伊嘛唔愿输哦，太太嘛唔愿输啊，两个拍来拍去哦，人咧烧气哦，迄力未扎力的哦，啊，一个未扎力的哦，啊，半个无够死哦，哈哈哈，啊，嗯，一个无够死啦，半个未扎力啦。
拍一个哦，拍来拍去都拍死去哦，啊，拍死去哦，报案，啊，一报案的时候，因先生就用厉害哦，因太太拍死你呀，先生用厉害，剩的囡仔拢死死喊啊了，啊，为着5000万的赔哦，家破人亡哦，啊，嗯，太太死去啊，先生用厉害关啊，剩的囡仔啊，啊，无依无靠啊，变做家破人亡。我想睇下呢，接要啦，接讲有只计赔一个5000万啦，唔知系冤家相拍，唔单止款道理啊，啊，假使讲伊来合乎咯，应听合人讲这款道理哦，讲这啊一切种子哦，一听了后，再讲这计赔是空的，是一年好合的，一定害，总是讲一定害，啊，你讲这款道理啊，伊就袂接要。一切物件拢幻化，拢不是实在，死完炸未起啊！啊，拢空，拢不是真的啊！伊讲这款道理呢，伊就这款智慧。我这款智慧呢，伊就被冤家相拍。啊，那被冤家相拍呢？即摆哦，嗯，总统来咱岛，咱即个不要这款解答，炮弹顶的用这款不要请总统，这种理所当然的。总统是一国内底上大的人啊，那个咱岛这边用这上佳好的物件建的，一定爱啊。咱就讲富来个咱岛哦，啊，你富就管几百个总统呢？因为那个咱岛哦，你家哎，物体土地哦，那个拜哦，啊，内底上好的物件叫做请佛祖哦，啊，即摆有信佛咯，用这。上顶的物件，顶总统拢是当然的。啊，总统要出去解散嘛，当然的。哎，这太太来收到顶是拢当然的。啊，起码哦，无小心哦，因为伊背啊放伫边边啊，总统里面怎个放伫边边啊？伊小可背就倒去啊，就弄倒去啊，破去啊，啊，毁个一定会破啊。啊，啊，即摆两个个合伙啦，个赚一番道理哦。因先生，嗯，上总统出去了，翻头都等啊。听来，这砰就破去哦，5000万的赔破哟。林先生啊，唔敢响声哦。啊，就讲起5000万的赔破去哦，林太太一定感觉做不差呀。查某人心肝较硬啊，一定哦，做不差哦。啊，也唔敢的哦。啊，啊，叫伊来真正5000万的赔破去哦。伊就甲因太太讲哦，啊，拢是我安尼放心啦，总统来咧，起不要出来请，唔知叫你弄破去，那破偌紧啊，偌紧啊，啊，物件拢嘛原本咧破啊，因太太哦，嗯，看先生拢无甲责备哦，啊，拢是我唔好啦，无小心则甲你弄破去啦，安尼两个一人一句哦，回来回去哦，哎，不但袂为了这个杯啊破去，家破人亡哦，两个互相哎。各位人民啊，惊伊惊伊烦恼，伊惊伊烦恼啊，感情真多好哦！啊哈哈，阿兄太感情真好，伊知讲这物件，从这块空一定总一天会破去啊，一年无这一年伊就破去啊，离开这款一年就破去啊！啊，这个不要，在这款一年之下伊会胜利吧？啊，你甲加温度，加到1000度、2000、3000、4000、5000度就得掉去啊！啊，就甲冷却啊，啊，零下几百度伊嘛得掉去啊！啊！无小心放去嘛，劈掉去啊！去外口车搞嘛，劈掉。所以咩？离开这一年，这杯都无去啊！当然，菩萨啊，就是讲这款道理。所以这款道理呢，未为了这款杯啊，有甲无，影响咱这点心，叫做未烦恼。未烦恼就叫做智慧。啊，咱就叫无明，才起这款烦恼。啊，啊，这款无明断的心呢？咱就袂去这款烦恼，安尼呢就叫做一切种子，安尼大家听有哦。啊，无你做歹解说啊，这叫做一切种子哦。啊，知空就种的道理呀、啊。啊，嗯，这叫做中道观，叫做第一义体，就叫做第一义体。啊，嗯，叫做中道观。啊，什么叫做开悟眼呢？因为用佛的眼光。啊，知一切物件拢是这款情形，嗯，啊，嗯，咱这啊，
咱通常讲的五眼通、五眼记啊，啊，人不是咧讲啊，嗯，咱这凡夫啊叫做肉眼，啊，天顶的人叫做天眼，罗汉叫做慧眼，菩萨叫做法眼，佛祖叫做佛眼，啊，咱这款肉眼呢最无路用，看前无看后，看左无看右，看上无看下。看近无看远，看内无看外，一个物件安尼甲咱炸哩，咱就看袂过啊！啊，所以就叫做肉眼，最没有用啊！嗯，天顶的人呢叫做天眼，天顶的人啊，伊呢日时暗时拢看，咱暗时都无看。伊看前，我到当时看后边；看左门，我到看右。啊，看上门，我到看下。所以天顶的人呢，嗯，你伫内底伫外口，伊拢有看。所以人讲啊，啊，唔当伫暗时内底做亏心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天咱啊，你会骗你，会骗你别人，袂骗你家己哦，袂骗你天顶的人哦。伊拢知影哦，啊，嗯，所以叫做天眼。什么叫做慧眼呢？迄罗汉的目睭就叫做慧眼，啊，断见思迄个款目睭啊，就叫做慧眼。这慧眼呢，就比天眼搁较厉害。天眼呢，是看有形之物、有相之物，因缘和合。因缘和合，有相之物；因缘和合，有相之物。天顶人看得到，啊！啊，那罗汉呢？不但知讲，啊，有看这有相之物咯，伊我都看苦空无常无我，苦空无常无我。啊，也是讲，咱拢执一切相，有法度观空，也要观空啦。啊，所以呢，有法度看到无相物件，会知影哦。啊，比天顶人搁较高。菩萨呢，菩萨啦，叫做法眼，比罗汉的目睭搁较高。啊，菩萨呢？不但讲有有形看得到，无形看得到，内底外口拢总看得到，而且佫知影伊个前因后果。啊，佮讲看咱人来讲，伊会知影讲，俗处生皮，咱只死去了后要生倒，伊拢知，菩萨拢知哦。啊，知影一切众生的因缘，了是啊，啊，啥物叫一切种子？种就是众生的因种，什么是众生的因种？众生的心念，你拢知。众生啊啊，做什么因，将来得到什么果，菩萨拢知。啊，这生，今生做什么因，这生得到什么果，这生做什么因，后生会得什么果，菩萨拢知。这死了会生大去，菩萨拢知。现在你咧想啥，伊嘛拢知。啊，你有啥物烦恼，伊拢总知。这个咧众生的因缘，啊，知影这要创啥呢？知影这啊，伊就发到道理。伊要哪道理呢？爱用佛的道法，一切种子啊，一切种，一切智，一智上面有这一切智呢？知影佛的法，有写，有写无啊？有哦。道者，一切诸佛之道法，一切佛的道法，一切佛的啊的法拢会捌，所有法门拢会捌就对啦。伊就要将这佛的法呢来度一切众生。所以这就不要简单哦，啊，这人什么烦恼，要安怎去解脱？啊，嗯，
但这里跟着一起降低，就降低啊。这就是菩萨的眼哦。啊，什么叫做护眼呢？菩萨虽然会晓这款呢，但是无护遐牛啦，无护遐普遍啦。啊，所以有一首《五眼通》的偈啊，伊安尼讲哦，讲天眼通慧眼，肉眼爱慧通，法眼为观照，慧眼了真空，慧眼二千日照于体幻动，圆明法界内无处不圆融。意思像我拄只讲过安尼啊，这个叫做佛眼，叫做开佛眼啊。所以破无明的菩萨，伊就开佛眼咯，先一切种子啊，这里就写一切种子的遮尼啊啊。所以什么叫一切种子呢？就开佛眼，嘛是一切种子啊。这个第一题，也要中道观啊。只能叫做一切种子哦，行五百由顺，什么叫做行五百由顺？这是道波数啊。讲咱行路，都咱时阵都头收起啊，收个大都算个大啊。伊讲一百由顺、两百由顺、三百由顺、四百由顺、五百由顺啊。咱若断根思血啊，经常讲叫做已经行到三百有顺啊。咱若断定三性呢，滴到啊道种地呢，咱呢就行四百有顺。啊，若开始破一分的无明呢，这个叫做啊行五百有顺啊，初入十步无障碍土啊。咱这土呢，有四土，咱凡夫所带叫做凡心动机土，罗汉所带呢叫做方便有余土，菩萨带呢就是叫做十宝庄严土，佛带呢叫做相继光土、常寂光土，啊，这叫做四土。在咱这个世界呢，四土真分明啊。咱后摆往生去极乐世界呢，因为诸三不退转，所以呢，咱就当净四土，当净四土啊。啊，什么叫做十宝庄严土呢？啊，也就是修净实心所啊，多来的国土啊。行真实法，感得圣报，色心不相，妨碍过恶，无障碍啊，无障碍脱啊。行真实法，行真实法，什么叫行真实法？一心三观，叫做行真实法咯。啊，那你要一心三观呢，也要懂得中道观啊。安尼呢，观先讲呢，这个呢行真实法咯，所感到真殊胜的果报，都叫做啊，叫做实报，叫做实报。什么叫做无障碍呢？无障碍的色心。无相妨碍，啊，色心，色心无相。妨碍，什么叫色心无相妨碍呢？咱这个行苦叫做色，色受想行识啊，行苦叫做色哦。心呢，咱定定格格就叫做心。什么叫做色心无相障碍呢？可以讲我要想想来大白，我要想大白呢，心想大白，行苦就个大白。
心心想美国，幸福就到美国；失心不想做个，啊，嗯。怎么叫做失心不想做个呢？搁一种，可以讲咱行路，只有别，咱行未过。但是咱呐，甲这款天道的菩萨呢，一行就过，未受阻碍，啊。搁什么叫做失心不想做个呢？你要爱善，伊就会变现善。啊，讲要爱一个杯啊，啊就变一个杯啊。你要啉茶，啊茶就怎么吹啊？色心无相，阻碍啊。国讲啊大，有我大一点，我大一点，化到这三千大千世界。我到三千大千世界化为一点。我到无数劫，化作一念；我到一念，化为无数劫。所以叫做色心无所障碍。我到入一定，入他定；我到第一入一定，入定他定出定，以为说法。啊，我到一见入定，啊，就是那他经出定如说，某一道一经入定，啊，一点出定如说，啊，也是千变万化了，心通功大了，啊，这个色心无生障碍，咱拢是讲这辛苦叫做正报，我靠这个物件叫做余报。意思是讲，这正步甲余步啊，无啥物关联。咱拢有时安尼想啦，啊。讲较近呢，咱这个幸福，即咱大家拢即知影即幸福会叮当，啊。不过即幸福呢，甲咱的心比起来呢，心无阻碍，幸福阻碍。咱心想要来台北。心一念就到台北，辛苦啊！坐车坐了几个点钟才到位，啊！所以呢，辛苦个心呢，拢阻碍掉的，啊！啊，那个这款听到的菩萨呢，伊就是随心所欲，啊，变化无穷，啊，色心无相障碍，啊，嗯。这得叫做十步无障碍套，哎，大家听好哦，知道吗？啊，什么叫做十步无障碍图哦？啊，过来啊，初得波数，渐念不退。啊，什么叫做初得波数呢？或者所在的叫做波数。啊，嗯。或者说那个，也是讲有法度不改成佛。咱破一分无明的菩萨呢，啊，伊就我到分净常寂光，这常寂光啊，就是佛所大所在，就叫做菩萨。啊，破一分的无明呢，就净了一分的常寂光土。啊，那一百教讲呢，十几分的无明。破戒伊就成佛，那伊原教讲呢，爱四十二品，破伊就成佛，啊。所以伊原教伊这佛教来讲啊，叫做十报无障碍土，也就是圆满报身佛所断。假设那原教的佛成佛呢，伊所断就是常寂光土。咱通常讲以虚空为宙，啊，而且十八庄严土呢，以花宝为宙，啊，诶，莲花、金戒、宝贝，花宝为宙，啊，所以初得菩萨呢，啊，也是讲，嗯，分净的常寂光呢，啊，嗯。
正念不退呢，也是讲用这中道的正念，而变莫动啊，无。中道正念，二边莫动。中道正念啊，二边莫动，算了，二边。空有二本，不能动它，啊，这是我的中道观，这个叫做念不退，啊，但这个叫做世界正着三不退就是安尼。讲咱那断见识去，咱就叫做位不退，位不退就未退到做凡夫。咱那断冰沙去，就叫做行不退，会行到众生未退来做自性。啊，咱若破无明呢，就叫做念不退，啊，伊就法度教化一切众生，啊，我都教化一宽心的菩萨，啊，叫做念不退啊。得无功用道，啊，这定位那种给大家消化解释过。什么叫做无功用道呢？啊，咱入初地的菩萨呢？不加用力啊，不加用力啊，人运流入娑婆闹海。不加啊，不加用力。人运啊。流入娑婆闹海，那么这娑婆闹海，就是佛的智慧，佛智慧之海，就叫做娑婆闹海啊。伊也就是讲，唔免啊，都爱用心用灯用山的去修行啦，唔免，我都任意呀，啊任运啊，随时随地。伊就有迄款入佛的智慧，唔免像咱安尼，搁关咯，搁等，搁塞咯，伊唔免啊。入门的话，就入佛的智慧，就叫做啊，入门流入娑婆闹海啊。百戒作佛，八相成道，利益众生啊。伊有法度伫一百个啊三千大千世界生活啊。别乎世界现实化界心呐，啊，真应之心呢，会现真应之心，因为啊断无明，断即无明见性呢，会现咱真应而生，真的是圆满报身啊，运的是啊，应的是千百亿化身啊，真应而生哦，爱。缘感即应，咱这佛啊，啊，这大菩萨佛啊，弄个缘感即应哦，啊，什么叫缘感即应呢？缘啊到，你就叫大佛，所以咱呢。爱跟佛菩萨的爱攀缘，莫跟众生攀缘，但是爱跟佛菩萨攀缘。要安怎跟佛菩萨攀缘呢？咱逐天爱念，逐天爱拜，这是跟佛菩萨攀缘，那就佛的缘。过来呢，咱有啥物痛苦爱求佛，爱甲伊讲，甲佛祖讲。有啥物天大的代志啊，拢爱甲伊讲。你家己无得处理的代志，拢爱甲伊讲。你有家己有法度家己处理的代志，你家己处理就好起啊！啊，无法度处理的代志，大代志拢一定要甲佛祖禀，请佛祖放光明啊！
甲咱接受，甲咱解决。佛祖无所不能，你解救，伊就甲你感应。啊，这样啊，就叫做缘感，啊，叫做缘感，缘感即应哦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伊正当的要求啊，伊当中会甲你感应。啊，这叫讲为色心，啊，色心无相障碍。用现在话来讲哦，什么叫色心无所障碍呢？咱这点心嘛，那用科学来讲，咱这点心嘛，是最大的能源。人家是最大的能量是咱这点心哦，哦，咱个的爱要运用咱的能量。或者是将这点心啊发挥到极点，啊，因为放光就放光，啊，要放就放光，嗯，要不爱上面呢，伊就变成啥物，要无爱就无去，这个是色心无所障碍。我看可是一切安尼笑。伊讲咱这物质哦，咱这物质，这物质啦，这物质呐，啊，可以讲一个水，啊，可以讲水啊，一个水哦，这水就是物质咯，啊，这水呢，一分子的水哦，啊，可以讲有阳有氢咯，啊，假设讲这个物件。速度那个紧，个加速度，紧个像光的款速度安尼呢，这物件变作光，就变作光啊。所以我看这款杂志的写，这款道理的写时阵，那科学家安尼讲是呢，啊，伊讲可能咱水啊水就是两个氢的原子。啊，甲一个阳的原子构成水哦，啊，构成水。啊，这个原子内底哦，有原子核，啊，原子核内底哦，原子核啊，内底呢有质子，咱质子会讲做正子，啊，原子核外靠哦，有个电子，啊，有个电子哦，啊。要这阻止啊，就是正电，啊，离子就是那个电子就是负电，啊，变质粒。可以讲以水来讲，以氢来讲，变质粒啊，内底质粒阻止啊，啊，外靠研究外靠质粒就行了。电子啊，啊，这两项呢相夹了。就变成中子，所以中子是无啊，就是正负电做伙的，就叫中子。啊，即摆伊讲哦，迄科学家咧讲那个用这加速度啊，速度甲加好紧的时呐，也去烧崩。这是啊，外口的电子甲内底子会烧崩，啊烧崩了呢，就变成中子，就变成中子。啊！伊讲，搞紧了，小帮身啊！迄刹那呢，会发出无量的光明，热度个光明出来。所以咱这原子弹就是安尼去做来。所以一切物件呢，咱卖讲啥讲呢？开光这个木头，咱家烧，烧了个地卖放光卖烧啊！啊！所以佛祖讲，这拢是地水火风火火的有影哦。啊！你看这电壳壳哦，无水哦，烧了个地，伊冒水分来走出来哦。啊！你看安尼个网未烧哦，唔过着导火导到像火团呢了后，你个网你去烫着哦，会烧着哦。啊！所以这物件拢是地水火风符合的，所以佛祖才有智慧的啊。但以咱现在科学来讲呢，你这。这个元素要变成别的元素，要用这加速度，
啊，即个英国咁样做啲啊，加速度嘅机械工，一公里远哦，人喺美国嘅两公里远哦，啊，啊，即摆加呢个地呢，即个速度那个啊，甲光，我们甲光同款嘅速度，伊就变作光哦。啊，迄个时阵呢，伊变作白嘅元素，但是迄个变嘅一时啊，就无去啊，就佫变到转去啊，啊，所以咱呢，咱即个世界啊。所讲的这呢，拢证明咱这句话：色心不相，妨爱。啊，那么爱什么话啊？心想就变出来，唔免去制造。啊，咱凡夫物件爱制造，我要爱这个杯啊，制造叫这个杯啊。我要啉茶啊，泡茶叫茶他啉。啊，这是无法度达到凡程度。哪个佛菩萨来呢？伊就是要爱善随时变现。啊，用现在科学讲啊，能量不灭定律，能量变来变去呢。佮讲水，水的老了叫做水能。啊，一句话谈，这水个冲落，下骹冲咧，能量的吸收啊，打断的处理线就变作电，啊，佮扣扣起来就变作发电厂。啊，说水能就变作电能，啊，扣来是光电。我就变成光能，光的能，光能，啊，吸到煮饭就叫做热能，啊，啊，从电风落，电风吹咱凉的叫做风能，其实啊，这拢是能量不灭定律而已。啊，咱这娑婆世界的人就无这款功夫，就爱去发明，爱去制造个机械，啊，制造一光电，才有法度将这能量变来变去。那个色心不相妨碍的时阵呢，你这物件要化变光就光，变无就无去啊。啊，用现在话讲，意思就是能量不灭定律。哎，大家听有无？啊，讲这足科学哟。啊，这就较科学。但是呢，其实啦，拢无离开咱这点心啊。啊，用了讲个遮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。相报四重恩，下济三多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处一报身，当生极乐国。诸诸佛，你充满阿弥陀佛。